今天是后宫量体重。上次是去年年底量的，过了快半年，所以我们要来量新的体重。然后我们要先来量我的体重，75.3。我是不是变胖了？我上次是74.7啊，胖0.6，这是胖0.6吗？以你为基准，然后来量其他后宫的吗？那我先量柚子。我抱不到他。招娣先来。不要动，80.5，80.5哎，这样是几公斤？5.2。招娣跟去年比是胖了吗？胖了。胖了几公斤？0.2。所以他去年是5公斤，现在5.2。5.2，天哪，招娣你不要再吃了，你会被跟阿玛一样哎。能够我觉得好像重了一点。的话我就用红色，好，然后持平用白色，没有，如果变色用黄色。好，招娣是胖了。好，下一位。再来是婉长。婉长，好，赶快。婉长来量体重喽，不要紧张，你逃不走的。哦，他一直动，停不下来。79.8，加婉长79.8，4.5，他4.5公斤，你4.5。有他不要，他要走，是要胖了吗？他胖0.3，胖0.3。等他都胖了，你胖了、欸。胖你胖了、哦、好可爱。4.5，所以也是胖了。好，那4.5哎。下一位柚子，我看到柚子在那里。柚子。啊啊，好痛哦！我们来量体重，把你手抓住了。80.5。啊，等下他想逃。80.5，这样他几公斤？5.2。也胖了吗？胖零点六，他也是红字，他跟招娣一样。天啊，好可怕哦，走到都胖了，难怪我刚刚觉得好重。哎，还是我们在后面也注明，就是胖多少？对，招娣胖多少？好，柚子胖，超多，0.6有点多哎。好，这样就知道了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是玩，Socus 好了。还是要鲁鲁的，好，鲁鲁先讲，好。量体重，鲁鲁爸爸，等一下，你抓太下面就会没办法那个。哎呀，爸爸喽，81.5，几公斤？6.2，是变胖了吗？持平。哦，很棒很棒，鲁鲁很棒。我先拉去旁边。6.2，好棒，露露。所以持平应该是用白色。对。6.2，好，再来，收收吗？收收。松手，在睡觉。没有，他醒了。没。松手，我们去量体重。嗯哼。我今天穿红色，这样就看得到你啊。松手，来吧。我猜应该变重吧，感觉。79.2，3.9，是没变啊，增加0.3，3.9，所以你胖了0.3，好难得哦，你这胖了，你胖了，你这个胖子，他说你变胖了，你3.9，去年3.6，你今年3.9，快要4公斤了耶，好棒哦，你在旁边，我要帮你记录，3.9是胖了嘛，所以是红色，对，怎么每次都胖啊？好，那再来是三角，来量体重，哦，这三角变重了，它好重哦，你好重哦，我量喽，三角几公斤呢？我靠，不断上升，81.6，好像是目前最高数，是多少？6.3，你比露露还胖，所以比去年胖吗？胖0.1，我胖0.1啊，所以其实算上次是6.2，保持得很好。好啦，就是还是要加油啦。好啦，要保持，好不好？你看你的肚肚，他肚肚之前
去检查有剃毛呢。对，好，那我抱你回去睡。啊，回去睡觉。还胖了吗？6.3，那全部都红字。最后是阿玛，阿玛这个机会能让我们扳回一城，我觉得阿玛会瘦。我也觉得阿玛应该没有变胖太多。阿玛有没有信心？阿玛，你有没有变瘦啊？要不要量体重喽？很久没有量了。来，宝贝，不要害怕，脚缩小。天哪，数值不断往上，82.9，是不是变胖了？7.6，7.6应该跟上次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啊，0.2，胖0.2，我上次7.4。阿玛，等一下，阿玛。好了，生气了哎，好气，生气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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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次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好不好？阿玛，就是哎，有啦，因为你最近就是吃比较多啊。那好，不要摸你肚子，那你先走，那你先走。超生气的。胖0.2，我们那个啦，疏忽了啦。上次看到他7.4，想说他减肥了，结果我们后来就又给他吃比较多了。所以只有露露持平，其他全部都胖。欸，没有人变瘦欸。胖最多反而是柚子。柚子真的很夸张欸，柚子胖了0.6。那看我们年底的时候再量一次，看他们会变瘦。可是晚常胖的这个比较好。对，那个收收也是胖的比较好。对，收收，可是收收还没破四，收收还要再加油，希望下次努力。怀孕可以养猫吗？我的小孩会不会保不住？通常有两种说法，第一个说法呢非常没有根据，当然不行啊，怀孕就不能养猫，那你的小孩会死掉。